2010年嫁给男星邓超，随后凭借宫斗剧《后宫甄嬛传》爆红。日前她晒出了用平板电脑看《甄嬛传》的照片，并表示女儿想看，所以自己正在陪孩子看。然而女儿看到一半，突然问她这部剧到底是讲述什么内容，让她一时无法回答。孙俪还表示，女儿看了20分钟后大赞这部剧很精彩，想要把76集都看完。天幕曝光后，网友们纷纷在留言区给出自己的建议，写道：“老娘最后赢了，从邻家少女到八七太后的故事。”各种留言笑翻众人。有网友挖出了孙俪过去受访时表示：“我演的甄嬛选秀进宫的一个秀女，很厉害，成了太后。”以三句精辟总结该剧。Bye.